今天爸爸满意十分，满意100分。好呀，好的，一起走。哇，好漂亮，谢谢，谢谢你。哦，不。Somebody， 大家好，我是小雅，来自老挝。大家是不是已经演出这个花呢？就是老挝的国花啊，糌粑花。今天也是穿上了我们老挝的裙子，还有打扮成这样。我现在呢要准备去见一个人，也要给他化妆的。等一下去见谁呢？再带大家一起去见一见哦。我也很激动，来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今天穿上的裙子打扮的是怎么样。这样穿的话就是很普通的，我们要去见人或者要去办那种重要的事的话会打扮成这样哦。如果在老挝，在中国的话也算是第一次穿成这样啊，去见人的。为什么要这么穿？就是我跟他说了我就来自老挝的，然后他也说你不说你是老挝我也看不出来。走吧大家，我们去见他。今天要给谢谢妈妈画得很布灵的但是今天的妆就给谢谢妈妈做得很自然，对，裸妆，我很喜欢这种风格。你这个太厉害了。这是非常好看。真的吗？哎，你平常在家也会有自己画哦？对呀。因为我看你口红画的也多。没有，我自己。对啊，我看你也画，应该都会自己画。真的吗？我学的，可能我给他画的是那种泰式的。泰式的。对。美美哒，美美哒。怎么了？今天爸爸满意十分，满意100分。好，我们可以抓伙伴，可以了，是吧？漂亮。走吧，小雅。好的，一起走。哇，好漂亮，谢谢，谢谢你。哦，不会。好的。小伙子就先放这儿。好的。大家已经都看到了哦，刚才我是见谁来的？就是秋天妈妈，我还有机会给她化妆。我先不要说很多，我现在回来也要换一下那个衣服，因为大家说建议我穿我们老挝服装的。我马上要下去看秋天大妈还有其他的网红走红毯，马上下去。乡村景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甜蜜幸福。因为今年她的男友世豪求婚成功，欢迎小灯。接下来，优势无浪领域创作人秋天妈妈要努力。你作品《秋天妈妈》写给26岁自己的一封信，谢谢你的坚强，不然没有今天的我。入围2022金球奖中视频影响力榜单年度最佳中视频女主角，同时秋天妈妈也取得2022视频晋级赛 Vlog 赛道人气创作人以及2022西瓜杯人气之星的荣誉。为了你，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秋天妈妈给自己的勉励。她身上的女性力量不仅体现在口号上，更是身上真正承担着重担和责任。